疫苗战这一战，就前面应该是控制战，控制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这个崩溃，防止这个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崩溃。啊，公共卫生系统崩溃，就你像武汉那个状况，就把住院病人撵出去，完了以后收治新冠病人，那些住院病人怎么办？长期住院的那些重症病人，还有很多常年的慢性病啊什么，这些都得不到诊治了。所以他冲垮了这个医护系统，甚至医护系统的感染力是最厉害的。所以最害怕的就是说，这个疫情冲垮了医护系统，那就是人间地狱。当下就人间地狱，所以要控制，所以要社交距离啊、隔离啊、戴口罩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拜登人就做得很好啊，他们嘲笑川普，嘲笑说待在地下室没有错呀、啊，对不对？搞什么集会啊？这个时候你搞什么集会啊？还疫情在如火如荼呢，你要搞集会，你不就是不负责任嘛？你就是给大家传播病毒嘛？像川普这个最后白宫成了高发地。哎，那五几个多少个五星商将都被迫隔离，你要出来打仗，你怎么弄啊？所以这个祸国殃民嘛，这不就是当然，这个第一阶段，我觉得欧美国家普遍不如东亚地区和国家做得好，就是控制。因为原因在哪？原因在于东亚国家有 SARS 经验，03年的 SARS 经验而对于美国来讲，可能都已经是祖父一级经历的事情了。西班牙流感啊什么的，都是。当事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势，现在的人从来没见过这个阵势，但是第二阵，就是说你熨平了曲线，没有让医护系统崩溃，靠这个达成长期免疫，可能就得3、5年，再达成普遍免疫。但是这个生产的压力又很大，经济压力又很大，生计的压力又很大，那怎么办？所以在这中间，我得说这个中国率先恢复生产。对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支撑还是很大的，就是这种生活水平不至于太下降。光发美钞不行啊，你得有东西啊，光发纾困金的纾困金你得当钱使啊，你得买东西才行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这种全球化这种好处啊，带给欧美国家的好处也就展现出来了。如果不是这个背景，你要是有个大规模的瘟疫，那你的生产基地都停了，怎么弄呢？又赶上那么一个领导人、首相、总统，怎么弄呢？那就是冒着炮火继续生产啊，那就死多少人不知道啊，整个公共系统崩溃了就。好，那这个阶段过去了，不管好与坏，这个阶段过去了。第二阶段就是说，就是熨平这个感染的曲线，同时要达成群体免疫。达成群体免疫最简单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疫苗。疫苗出来了，所有人接种，群体免疫完成，这个事情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所以在第二阶段来讲呢，应该说像日本、台湾呀、中国呀、东亚这些国家、东南亚，可能这一阵要输，就欧美国家第一阵输了，第二阵这个。看样子是要赢，当然不是他们互相比啊，就是跟疫情来作战。第一战他们就是蛮不在乎，所以大败，我认为是大败，欧美是大败。第二阵呢，就是说这个，有这个疫苗一上来，那就是个打疫苗的问题，打疫苗问题是要克服的一个拒打疫苗的这些人，所以川普拜登政府把这个重点放在。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拒绝打疫苗这些人，那年轻人的话呢，他这个是要开发新的疫苗吧，应该是，还是不一样，小孩子啊，这疫苗要跟成年人都不一样。另外一个，拒打疫苗这些人怎么办？我觉得也是个大问题。说现在这个新泽西是给你送一杯酒，你要打一针疫苗，给你送杯酒，跟哄小孩一样，哄着打疫苗。因为有人相信，这是比尔盖茨把生物芯片几这个放到疫苗里头了，要控制全人类，邪恶计划。你说信这些人，你要怎么办呢？他也是你的成员啊，共同体的成员，也是社会一分子啊。他不打疫苗，他也就是一个有可能是个病毒载体，到处跑也不行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怎么说呢？好歹你得带着走，这个就是，
一个共同体的，不说义务吧，也是必要。哎，所以就是这种，因为全球化带来这种美国的这个两部分的这种分裂，我觉得以这个1月6号冲击国会事件是一个代表，一下子暴露，彻底暴露在政治层面，暴露在全球啊，暴露在世界史上，这是世界史上的事件啊，不是那么很草率。他们说啊，我们要去见我们的议员，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跟死亡的人数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么一个象征性的事件，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分裂。到现在，川普也不承认大选他败了，还有70%的共和党人也支持他的说法，这多危险啊！这是多危险啊！而且那个切尼切尼那个女儿丽兹切尼的那个讲话也讲得蛮好，从政治高度这个说你川普，如果说你们都共和党说支持川普这种说法，那不就给中共提供宣传弹药的吗？说美国民主也是假民主嘛，所以这个我觉得值得川粉深思啊，所有的华川粉深思这个问题，不是这个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民主和专制问题，因为我说这个第二阵，你说日本和台湾都落后了1%的施打率，疫苗，所以都是跟具体的政府的这个。当届政府的很多想法操作都有关系的，想要提升到一个民主和专制问题上，这个提的有点，突然有点远。当然，民主和专制并不是直接对应的，民主的对应词是独裁，专制的对应词是自由。往往民主国家也是自由的，专制国家也是独裁的，但也不尽然，不尽然。就是有些国家，它这个就是，咱们举个简单例子，就是这个香港，香港一直是一个自由地区，它的宗主国是民主国家，但是它那儿就是总督独裁政府，就是总督独裁政府，所以就从这个小例子上你能看出来，就是说有威权国家，但是呢，这国家有经济自由。甚至有部分言论自由有这个人身权、财产权得到保护，基本人权得到保护，有这个东西。但是就你没有公民权，你一个公民没有实质的公民权，只有公民提名，没有公民之权。但是你也可以是有其他自由的这个也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的一个现象，就是江湖，邓江湖时期相对于毛时期，他中国人是有部分的自由的。是有部分自由，但是独裁的本质没有任何变化独裁，中共独裁这个本质没有任何变化，一切都在党那说了算但是经济上呢，就是老百姓有些自觉权，老百姓有一些自觉权，这个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嘛。这也说明华人确实是很优秀很优秀当然，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变成种族主义就提一个数据的话，2020年的时候。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新生，这个亚裔占到30%，相当高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个就是东亚的普遍重视教育嘛，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当然，它有其他的疏忽，但是这显然都不是说这个。文化决定论能够论证这些事情的就是这个，或者还有一些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决定论的，你说美国这个制度是在这个建国初期就建立了，但是不是美国历史上历来它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呢？那也不是啊，对吧？相反，这个德国的科技在二战以前一直是这个。跑领头筹的，自从他崛起之后崛起之后，他的因为他的大学确实比较厉害大学科研机构，这跟政府的这个重视是有关系的，很有关系。但是这个政府呢，又跟他的这种普鲁士的这种文化，而不是这种英美这种文化所以这种文化优劣论，我觉得它是都有很多衍生性的东西，你没法一言而蔽之包括这种专制和独裁，专制和独裁对经济发展到底是促进还是这个还是阻碍？第一个不能一言统治
啊，因为独裁国家可能它的经济上它是高度自由化的，啊，那它可能它比这个民主国家发展要快得多，啊，发展好得多，啊，你包括这个蒋经国时期，对吧，也是这样的。所以他有很多台湾的很多经济底子是蒋介石时期蒋经国时期打下来的，韩国也是啊，军政府时期打下来的底子。那他是跟他政治上专制，政治上独裁，但是经济上呢，他有，他有自由化的这种成分啊，那他就不一样。你单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说你民主国家对经济高度管制，或者说处于一个腐败的状态，那也徒有其表。就是简单来讲，你像菲律宾、利比里亚，它都是美式的，美式的国家政治制度，但是呢，实际上它的表现和欧式的民主就要差一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个复杂现象。但是从经济上来讲，基本上就是追赶战略要被这个到了这个后期。你要进入领跑的序列，现在遇到天花板了，遇到天花板，这个时候就是对中国来讲，创新体制和政治改革才能够是一个新的引擎，啊，也没有其他路子，因为你这个知识，你就得学习，你靠自己瞎吭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没有戏。如果人不靠学习，那就是你还在部落状态都可以，都可能的事情。你像亚马逊那个河里那个森林的部落一样，你可以处在那个状态，尽管是现代世界，因为你要学习啊。但是如果这个学习的这个进程被西方国家整个屏蔽了，觉得你这个国家太危险，不能把高技术给你，不能把军工技术给你，不能把那些能够民用转军工的技术给你，那你就只能在低端制造、中低端制造里头徘徊了。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升级，没升级的话，那就是卢永图说的拿袜子换播音机嘛，本质没有变化，就是变成这样，或者是高端的、技术设计都在别人那，那你只是装配，啊，挣个辛苦钱，靠人海战术，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到了拐点，就中国需要改变，这个我也是肯定那个蓬佩奥、国务卿他们那个说法。但是他们可能把中国的威胁说得太大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满不在乎，他的威胁就是大。如果你重视起来了，你也会看到他这个威胁是可以有解决方案的，可以有解决方案的。就中国不改变，自由世界就得变。但自由世界不可变，那中国就得改变。那中国改变的标志是什么？你共产党一党专制不要搞了。我觉得非常简单，你起码改个名嘛。你中国共产党不要坚持了嘛？你改个名，你就不会出，大家不会担心文革再回来嘛？对不对？你不会搞共产主义，你还叫共产党就很麻烦。你要在野，无限期在野无所谓，你执政党你就是很麻烦，对不对？在你不愿意终结这个一党专制前，你能不能把这个一党改成别的党？党内有派，改成个别的党，改成中国国民党也行，改成中国民主党也行。只要王俊涛他们反对也没有用，对不对？你要能改就行。所以我觉得第二阶段，东升这个是东停，西降我觉得不大可能，西降不大可能，因为这个欧美这种创新机制，它不需要全民都勤劳，全民都怎么的。因为经常有中国人说啊，这个美国人、欧美人太懒了，怎么怎么地。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少数人的发明不需要多数人的重复再搞一遍。只要这种奖励创新这种机制在欧洲、在美国还继续存在，那它就会一直上升，它就会一直上升。啊，领跑总是很难的，但是呢，你总是得投入，总是得保障这种创新机制啊。只要这个创新机制在，这个欧美这个西降啊，西升啊，这是不会停止的啊，除非哪一天就是它真的就是、这个创新机制没落了，或者说民主化、民主国家也就堕落了啊，变成了暴民暴政了，
变成罗马帝国了啊、这个危险也是有的，要不然看见川普我不会不头疼啊。川普就在某种程度来讲就是没有兵器的凯撒，没领过军的凯撒，他要是执掌过军队的话，他还真就把美国变成罗马帝国了啊，或者伊万卡，咱们这说邪乎了。因为在大选期间你看得很清楚啊，那么多前任国防部长和三军参谋长出来讲话，提醒美国部队要保持中立啊，还有那个米利将军，那是川普任命的，对不对？米利将军那个在那个代理国防部长那个，你说你川普慌慌张的换代理部长，代理国防部长要干什么？对不对？换成自己人想干什么？所以米利将军在那提醒那个国防部长，那个讲话，他讲什么叫美国军队是个特别的军队啊，不效忠于任何种族，不效忠任何宗教，只效忠宪法。啊，不效忠于任何暴君，所以这话说的都是敲打，都是敲打。但是反过来也证明这种严峻性，美国政治的严峻。所以拜登的问题面临的问题很大很大，可能这四年可能解决不了，也许需要第二任。但是他这个身体确实是个大问题，咱们这就是后话了。但是这短期来讲，这都是个大问题。但是长期来讲，谁想当凯撒也不容易，想当凯撒得是米利将军这种人，不，那你川普顶多成一个墨索里尼啊。这国王愿意你就可以继续干，国王不愿意你就靠边站了。国王谁啊？拜登说的 "We the people"， yeah，"We the people"。但是你要成为凯撒，那得是将军啊。所以美国部队如果说，这个美国全球化不在了，把美国美军都调回国内来，我觉得美国真有可能变成罗马帝国了，可能会真有军事政变，但是非常小的概率事件。所以从长期来讲，就是中国在坑里头不自知啊，因为你不同的声音你没办法公开讨论。不同的想法没法公开讨论，没法公开讨论就会脑子里就会形成一个灰色区域或黑洞一样的区域，事情来了你一点办法没有，就像所有的江湖两个婆婆拿习近平一点办法都没有，所谓的改开派势力好像那么强大啊，就这个让这个几乎没有什么资历，党内没有什么资历的一个人，他父亲也不是那么树大根深的一个人，就把你整个共产党玩的滴溜转，对不对？因为他没有这个制约一把手的一种机制，所以这也是个问题啊。这专制国家的大问题就是这样的，大部分人不可能是英明神武的吧？你还得要集思广益吧？但是众人的想法到不了那儿，甚至不允许讨论。就是咱们这个春秋那些文献来说，啊，这个。这个周厉王弥谤啊，国人道路已目，说这个国人只能是指共产党员了啊，国人都是有地位的人啊，有特权的人，有宗族的人，所以这个共产党人或者说红色家庭道路已目，那这个习近平也确实也比较危险，我也觉得也在火坑上坐着，但只要他坐一天，他不仅给中国人带来灾难，也给这个中国共产党带来灾难，所以这个是个很难分析的一个事情，很难分析的一个事情。这个民主的好处啊，就实质上看着不稳定，实际上是高度稳定的。为什么呢？这胡适那句话叫美国是天天革命，故无大革命。那你那个像高压之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人都没法公开讨论问题，那你一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当然了，你说这种大问题本身，专制本身就是个大问题。那么我们说的大问题就是这个暴露的时候呢，就清算期了。在清算之前，实际上这种问题就很大。比如说一个计划生育，这个整个中国社会没有反抗能力，
在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想象吗？你对于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七八亿人的国家实行普遍的只准生一个这种政策。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存在，这个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中华民族这个存在，五十六个民族这个存在，是个非常非常这个前无古人的一个时代啊，前后无，我不敢说后无来者，因为未来没发生，但是前无古人真是这样的。这么大规模里头搞计划生育，搞这种大规模的种族灭绝，一个赶超型政府啊，要赶英超美的，要当世界这个领袖的一个统治集团，可以对他治下的人民这样搞，一搞三四十年，没有强大的反抗力量，那不是，那这本身就是危险都在发生了，都不是未来很危险，这就是危险，这就是发生了的危险，这就是正在发生的灾难。你可以说中国的这个搞计划生育来日，这就是种族灭绝一直在产生。如果按联合国定义，那你对文化的灭绝也算种族灭绝，那你文化大革命不是有种族灭绝吗？你对汉文明不就种族灭绝吗？所以文化革命还有生育革命，这都是种族灭绝，这都是灾难，都发生过了，还讲什么东升西降啊？所以这就是脑子进水了，这是属于一帮人没有看问题和考虑问题的基本的能力了。因为长期的被禁锢嘛，你把嘴巴管住，最后脑子就不转了嘛。你没有输入输出，你脑子里的思想里在想什么，鬼才知道在想什么。对，脑子都是趋利避害的了，谁让脑子不会的？脑子对危险是非常在意的。可是你不危险，你不能讨论，最后视而不见，最后就是视而不见，就屋子里大象你就是看不见，看不见就是看不见。啊，有朝一日才说，哦，那个是什么什么。穿着皇帝的新衣的小男孩，那为什么其他人都看不见呢？恐惧嘛。